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鸡蛋特别好吃的做法，饭店一盘要卖到45元，今天教你在家里做，成本不到5元。先美味继承。鸡蛋这样做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吃起来营养又美味。好了，喜欢美食就关注一下我，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美食做法。